干嘛？你干嘛这？这是古早味，可以用烤？不知道，应该吧，这样才会省空间啊，完全发挥那个锅子的 CP 值啊。哎，这里到侧面了。这哦，这哪一出拳，哪无鬼，这拢滞销去。对啊。哎，就差了，没有在跟你谈生意啊，这个没有对错啊，我们讲的是事实啊。对啊，但是大部分人都希望他初选会过啊，你懂的，希望的好不好？大家都希望他会过啊，要不然就真的没发财。没钱了，他可能在卖啊。